跨过山跳，因就是有迄个机缘，甲因配合两斤头十包，一天哦。啊，你甲想看，一年365天，是毋是3000几包？以前拢少去呢。看看，塑胶啊，人人需要它，却是人人呢遗弃它。这一群菩萨不忍心呐，化回了真诚的爱，人丢我钱，人不爱他，我们珍惜他。这天未亮就出门做。他们的工资呢？一天算多少工资啊？天文数字，因为根本无价，要跟他算啊，那的确呢是无法计算。平常的工资是算十，我这一群菩萨呀，用秒，他们呐、啊、是把握分秒，那样点点滴滴啦，就这样很细腻的做塑胶。那样的袋子啊，人丢的时候是脏的啦，他们捡来的时候不怕臭，不怕脏，还要把它过洗过，洗过了还要晾干。在哪里亮啊？慈诚菩萨要去发挥他的智慧，因为慈济人啊，各行各业都有五龙总和啦。在咱慈济里面啊，细工粗工啊，通通都有，大家。发挥他们的良能，会设计的，他会很细腻的，很方便的，很安全的设计的很好，就是会以他们的为原则嘛。虽然我们是设计的人，可是我们都会问过他们。那之前用拉的，其实拉到最后，菩萨们就会觉得好辛苦哦。尤其年纪有的时候，那安全性也有一点不足，所以我这次就趁机会再跟他们做改造，改造电动的给他们。会设计的，发挥他们的智慧哦。设计啦，那一指神功就可以呢。代替，哎，很用力的，才能把它拉上的，要高要低啦，就应用自如，这实在是很感恩，而且也是很感动。平常在上班。中午有休息，他就利用空档又来用心，抬头看啊，低头看啊，就来想要如何为他这个空间扎实应用，用得很整齐，用得呢很清安，很轻松啊，也可以呢，很安全。
因为我们蔡子师兄做这样的设计以后，我们把它搅拌，然后又加上说它有两层的方式，然后又有下面有空气可以上来的关系哈，我们的那个干的速度就可以快速很多。这就是给予我们的智光菩萨，他们就会做得轻松啊。这不值钱，可是呢，不是为钱，是为了如何资源回收，能让它再生。地球不大了，人呐，需要的总是那么多，那样的意念无穷，因为意念无穷呐，所以物资要提供的就难以限量，所以需要呢。把它回收了，还旧为新呐，或者是呢，被弃除、丢弃掉的、破烂掉的，让它再回生。这都是呢，慈济人呐、啊、菩萨他们愿意。用心付出，这不也就是我平常在说合心和气和爱协力，自己人总是那一分的合，这一分的心啊，人人看到了，你做我做，我愿意呢，互相来合作，这样的好，愿意合起来呢，那共同来做。那你要出力，我也要出力。人人出一份力量，那加起来再一个力量，那不就是呢？四个力加起来，那个合心呐、啊，四个力安尼合起来。这个水位控制哦，这是真俗啦，这是做百几个哦。啊！这家己固定，这家己回收的啊，所加工也回收的啦。啊，咱家己做哦，第一免工钱啊。啊，第二个材料哦，啊回收会当用出来用，这个省真多啊。看到了，我们的慈诚菩萨利用时间付出了他们的技术，用他们的力量这样做啊。人家丢掉的管、铁管、塑胶管、废物啦、啊，他们捡来呀、啊，捡捡接接，也可以呢，接水啊，也可以呢，看电呐、啊，也可以哦，很多事都可以做，他们捡捡接接。实在是吼，废物啊变精密，很可用、很好用的物质，真的是吼很不简单呐、啊。这实在是很诚，而且呢协力，所以呢我说。最美的人生，他个也人生啊，用个足水耶。人生假如没有这一群人，我们都会在粪扫堆里呐，我们都没有
下面整齐的物资可用啊，就是有这一群有功夫，而且呢用真功夫，不是新的物件人家也要用，最了不起的是旧的物件，可以呢把它废物利用，这是真功夫啊！所以呢，最真最诚啊，人的他有这样的力量，总是呢用在这样的善，这爱惜物命。所以我说，最真最诚的协力之善，真正是很感动。